腾讯综艺深井沙鹅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姚慧，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席琳南一高，我是认真暖心。我在牙龈上打过钉子。She put a nail in our gum. Like for braces. Ah. 我在新加坡待超过五年。我以为也可以吧。我在泰国啊。22年。我输了，我输了。我。我有自然卷。前年我玩 bungee jump。哇！哇！这样比起来，我的人生阅历也太丰富了。我长了一颗智齿。我还长了四颗呢。Have you grown wisdom？我为我家里养的羊。迷了，我没有家，是我外公外婆的，然后我回去，然后就是养完了，过两天被宰了。谢谢。Round one， 三个字。难到我了，这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你们都看得懂吧？啊，这个什么跟这个有关系？都是一些线索。啊，太好猜了吧？啊，喜欢你。真的？为什么喜欢你呀？创造营2020第一次首秀，一代表首秀，然后一个女孩唱歌。然后这个爱心是喜欢，这个你好聪明啊！这个是拐着弯的代表，那首歌你能不能直观一点？哈，哈哈这个好容易啊！没有得意的笑，这个太容易了。小梅啊，不会吧？相机啊啊，我怀疑你们就是想给我们送点可币吧？对，我觉得不用查，可怜我们了。尽管来吧。是啊，露出了得意的笑容，这个看了吗？笑容。不是，你的手干什么？不好猜吗？拉面。对吧？啊啊啊！手筋，手筋面，这个的话三根就够了，它没有那么炸。这我觉得他也看不出来啊。你联想一下，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啊，辣，热，可以。哦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。What's the English word? Fire. 啊，火。火。对。火，地面。对。对。他卡在的不是不知道是什么，他卡在不知道他的中文是什么。对对。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不是不好画，主要。没事，我相信你。狗。鸭。嗯。鸭。两个字。鸭。鸭脖，啊，好简单。两个字。楼，不是。跳楼。跳楼。不会吧？这是我们的灯塔哦。城堡。不是城堡，我们灯塔哦。啊。这个是吃的。啊，吃的。对。薯条。不是薯条。条。辣条。对啊。可是我没搞懂这是什么，我也没搞懂。大家都啊，
我们很好，我们很好。